然后我们直播开始，申哥可以先跟镜头我们打个招呼，还有。然后我们今天申哥又给大家准备了蛋糕，陆总的蛋糕，然后申哥来给大家切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分一分。好。你随便随便切切一下，我们一会儿自己可以再分一下。哇，生哥！然后我们就开始，大家看一下，稍微让一下，我们从那边东区开始，生哥慢慢拿走。我喜欢你的林雨生给大家来送礼物了，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轩哥。然后轩哥可以给我们发一下礼物，对，可以给大家发一下礼物。这边是我们视频组的老师，可以给大家就是你公认每个老师看你给谁发，你就给谁蛋糕就好。对，谁想要蛋糕自己来拿呀。对啊，当然动一下。这要怎么拿？就是自己谁拿就好了。对。然后还有糖葫芦，这次给我们大家准备了特别丰盛的礼物，大家自己拿。申哥比较害羞，对，申哥要求签名，申哥求签名。好，大家可以放在这边，大家也可以自取。好的，好的。可以签一个吧。我们，先签。然后我们还有糖葫芦也可以给大家发。这个吗？对。好谢谢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先走，先走了，一会儿再签吧。我们申哥还给大家准备了糖葫芦，也可以给大家发一下。申哥不要害怕，申哥等我先走。没有没有，大家都特别激动的等着你来，等着你来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对，然后申哥给大家发糖葫芦吧。妈呀，前面的小心糖这个身上啊，这个一套一下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老师，辛苦老师了。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林雨生。然后咱们可以这边继续。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跟网友互动的环节。对，在这里。小编认识我。其实我们公众号的后台据能说，我们新浪先生官方公众号，然后我们有提前收集网友的一些问题。这些是网友的一些问题，王老师，您可以翻牌翻一下吗？可以看想回答哪几个？对对。就挑哪个评论者好玩，你就念出来。对，哪个念出来，回答一下。抛出问题，然后觉得这问题有意思，王老师念出来回答。比如这个拍七十你多少斤啊？欢迎我喜欢你的号。110斤。那你拍七十后呢？长为什么长20斤啊？吃过的。是拍戏的时候也在吃吗？大声一点，对对，我们都听不到。对，声音可以大声一点。就挑三个是吧？对，挑三个，对，挑三个问题。
他说叔，我可以要一张你签名照吗？这个当这个当我没念过，好吧？我不知道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回答。我您可以看一下，刚刚我已经回答了一个了，你问的这个，对对对，回答了一个这个。哦 ，OK。然后有没有特想挑战的角色类型？有，特别多。比如说？嗯、啊，比如说还要说，这、啊、太多了。可以简单列举几个。古装也会了，以后，然后现代戏 也会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对对。啊，就这个吧，叔，我可以要张你签名照吗？我给他了。给吗？行，给啊。你又后悔了，还是给他了是吗？可以，好的，那这个就让我。你三个问题都回答完了，回答他就皇上问题。我们现场也给大家送一些福利，送一些签名照。然后我们小编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孙哥。不会，我不会，就是这个。陆总的弟子，对，今天你是陆总啊，今天你是我们的霸总，陆晋。然后给大家传授一些撩人的秘诀，让你想，我们教你让这么其实当时也没有本着撩。对，人天然撩是吗？就是害羞，对，害羞天然撩，就是长得帅，就是会撩。不是，换个问题行吗？啊，换个问题。换个问题，不是撩人这个，我都是被撩的，你都是被撩的呀？对啊，这我也看剧了，先撩的我。那你被撩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？被撩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有没有慌了？慌了，乱了，就像现在一样慌了。然后就被我们盛男撩到了，是吧？嗯，是。行，那我们继续下一个环节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然后我们下一个环节可能更艰难，更艰难。我们在这边要让大家发一点礼，放一下小蛋糕。谢谢。就我们这边还有综艺组的老师可以给大家发一下蛋糕，或者。哇，我一会儿换个笔。我们等会儿再聊。等会儿先手的老师，大家支持。老师们多多支持，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林雨生，多多支持新剧。然后剩下的我们可以放在这边，等同事回来了给他们自取。然后我们在这边还有一个小任务。今天对成为我们新同事，我们继续体验一下小编，就我们电视组的那个小编的工作。然后这是我们新浪电视的微博，今天你要来转发一下你自己的直播，搜一下你账号是林雨生，我来帮你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你已经开启了直播。像我们平时怎么帮你宣传你的新剧呢？就是来宣传，今天你自己来宣传一下你，就是转用我们的账号转发一下你的直播。可以看到你现在直播已经可以点开就可以看到。哎，就然后现在要转发给更多的人，我们来宣传一下你的，用我们的账号宣传一下。现在要展现一下我们陆总的打字的技能。那就是我们的小编了，对，现在就是我们的小编，夸一下自己，对，就是或者安利一下，我喜欢你这部剧，安利一下，我先带一下我们的 title， 然后用我喜欢你来造个句，安利一下陆总的角色，安利一下你的这个剧，就展现一下你这个天马行空的文字能力。是今天晚上更新吗？是，对对，今天晚上我们又可以看到最新的《我喜欢你》了。
错了。好像是打错了。八点。是不是要打一个这个？太严谨了，我们陆总很严谨。可以吗？然后有什么想再跟大家说的话？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我们不跟大家说两句吗？想大家。嗯。希望大家能喜欢可以你，对吗？不是，那就喜欢我们的剧，喜欢剧啊，喜欢剧。然后我们要不要加一个小表情？可以，你挑一个你喜欢的表情。好，行。然后你点一下转发，这个小面工作就完成了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任务完成啦，我们继续下一个环节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我去哪？在这边。可以。我们就签一两个，然后我们继续先送礼物哈。好，我们把礼物送完。我们等会儿再签，谢谢等会儿再签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。哎，对，就签这一个，好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支持。然后我们这边是我们移动组的老师，给大家发发礼物吧。老师们多多支持，老师们辛苦了。对，老师们辛苦。我们山哥有点害羞，大家可以更热情一点。这是什么组？这是移动组的老师和原创组的老师都在这边。移动组，对，我们新闻新浪新闻的 APP 真的很热情，快给我们热烈鼓掌，老师放一份蛋糕吧，辛苦了。大家然后大家可以自取，生哥比较害羞。然后这边老师也可以。可以，让我们进去分一分。给哪个老师都发，都拆着我往里走一走，往里走一走。对，我们大家都特老师们辛苦了，很客气的。然后还有没有那个了？咖啡，来，给我们送点咖啡，让申哥发一发。申哥来了，这位申哥，老师们辛苦了，平时多多支持申哥。然后我们还有咖啡，林总老师，辛苦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站这儿，我不想了。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大家多多支持我们，林雨山多多支持我，喜欢你。好了，一块儿吧，我们可以继续往手总够用了。真的轻松点，给你老师带来的。是我。你说点什么？对，不要紧张。这说辛苦了，这不是。不知道谁吃这个沙拉糕，很热不热？热吗？蛋糕，一会儿啊。呀，这边是我们微博戏剧音乐的老师，还有我们尼哥大号老师。老师们辛苦了。然后你给大家送一下礼物吧。生哥比较害羞，大家可以热情，大家可以主动一点，对，大家可以主动一点。我们也好害羞呀，想要签名儿。我们生哥可以往里走一走，可以往里走一走。先生吗？签在心上，签在心。天哪，谁？那得拿个手术刀。然后我们没了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对，这个给老师们发发咖啡吧，咖啡 OK。 那哪个老师想喝咖啡呀？我们的同事盛装打扮来等待我们申哥。哦，为了你看今天打扮特别美。你穿，您看咋样？
老师，你夸一下我们同学吧。没事没事，你们慢慢吃。对，大家可以分一下，大家可以分一下。对，我们同事真的今天都特别热情，为了你都特意装扮了一下。就杨潇去哪儿了？杨潇去哪儿了？杨潇不是也在这儿吗？没有没有。这个名吗？对。可以给同事签两张。给签两张，我们继续往前。这个姿势可能签的不太好，就没事儿没事儿。只要是你签的，只要是你签的就是好。太好看了，没有桌子，仿佛在给我签支票。可以进去吗？怎么？在给我签支票？可以拿着。没有，不想签了。我再给我签一下，立马打个叉。给他就50000元就行。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稍等再签吧，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。对，我们继续往前给大家送一下福字。这边是个，先小心一点。可以再吃一下。助理老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可以吗？好的。哎，我应该是来送礼物。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林雨生。好的。送糖葫芦。糖葫芦和蛋糕都有。是的。谢谢。你给的我们都喜欢，还有菜肴，我太吃了，谢谢大家多多支持，我喜欢你，支持，可以挑一串，有金色的笔，你是两性的，谢谢，你们是都要吃糖葫芦，对，都要吃你给我们的糖葫芦，主要是你给的，谢谢，杜总可以帮我签个名吗？这个蛋糕，那也送给我吧，帮我签个名，谢谢。可以加一个我的名字吗？颜色的颜色，因为我在正好在追你的剧。但我们很多同事都在追我喜欢你，谢谢。那身高可以签到名吗？对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我们稍等再签吧，我们只签一个好吗？我们稍等签一个，咱们时间不够用了。好吧，我们结束了，结束了吗？老师，您慢走。好吗？抱歉，我知道了，快收购我。有点难，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往前走。不来吗？这里不来吗？这边，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林雨生，给大家送糖葫芦了。多多支持我们新哥的申哥的新剧。对，这边我们可以进去了呀。对。蛋糕还有，那边有，还有蛋糕，咖啡箱子里，这些东西。我杨素这儿签的。谁？来，给大家送咖啡了，100块钱，谢谢。给大家送咖啡，谢谢。谢谢，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林雨生，多多支持我们申哥。大家谢谢一下。我们霸总就是这么干脆利落。静哥，我们微博明星的同事也等不及了。对，我们已经等不及了。静哥，欢迎啊！欢迎申哥，我们明星组的同事。对，可以给大家，我们生哥给大家送福利了。妈呀！拆开一个，可以进去给大家送。这边是我们明星组的老师，谢谢静哥哥，谢谢。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申哥，谢谢。哦，是吗？谢谢。来，坐。大家多多
支持我们林雨申。好。Thank you。生哥还有给他们，还有咖啡，可以给他们咖啡。那你喝咖啡吗？我喝，我直接替生哥给，谢谢，生哥拿不了，谢谢，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生哥。谢谢然后我们在这有一个游戏环节，我想玩。哥，可以签名吗？我等会先玩吧，生哥在这里先玩。然后大家都知道，生哥在《我喜欢你》演了谁？演了我们的霸总俊哥哥。然后今天我们是个就要现场还原一下霸总。霸道总裁玩，现场还原一下霸道总裁玩，就是在这儿还原，对，在这儿还原镜头，我们聊那个桌子镜头在这儿，来，桌子你桌子镜头的 C 位，对。然后对，然后我们会有三个特别经典的霸总桥段，我们边念你边来还原，就你根据我们念的那个情境，然后来表演。对，好，大家可以稍微保持安静，安静一下。我们给你配了一个小旁白文，来放吧。可以，我们准备开始了吗？生哥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对着镜头来去演绎。那个台词在这里啊，就是一会儿你的台词在这儿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旁白，你可以搭着旁白去做一些表情和演绎。那个第一个版本是。太难了。今天来大家要稍微为难一下我们生哥嘛。安静一点，看你念了啊。那张棱角分明的深邃脸庞上，大家稍微安静一下。平时总是透着一股冷漠疏离，而现在却带着隐隐的愤怒。他缓缓抬起下颌，轻飘飘扔了一句：“这里。”敢欺负我的人，我希望以后永远不会在公司看到你。有一种狠是吗？大声一点点，听不到。敢欺负我的人，我希望以后永远不会在公司看到他。妈呀！好、哦，好，我们第二个版本是霸道吃醋版。霸道吃醋，就是吃醋了。你现在霸道吃醋，对，我们也是会有个小旁白给你酝酿一下氛围。根据我们旁白的语句，然后来做些微表情啊，演绎。林雨申微微挑眉，然后眯起眼，凝视他好久。凝视镜头，镜头在这里。嗯，眼神中透露出三分讥笑。三分凉薄和四分醋意，压低嗓子说：“女人，你竟然让别的男人送你回家！”大声一点，听不到。重来一次。女人，你竟然让别的男人送你回家！好委屈啊！可以，这太委屈了，那味儿了，心疼生哥，真的是。好，下一个版本是深情甜虐版。林雨申看着这张令他朝思暮想的美丽面孔，凝视镜头，满眼深情，说，我很想你。哦，你却忠心。哦，这句话是这意思。我很想你，你却说忠心祝我跟别人幸福。你知不知道你的忠心祝福像刀插我心上了？哦，对的吗？对，你演什么都对，可以，太到位了。对，为什么要鼓掌啊？到位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辛苦生哥，然后我们往前还有可以给继续给大家准备送礼物啦。对，我们是吗？对，不要紧张，生哥。
啊，这边是我们电影组的同事，可以给大家送一下礼物。还有没有？这叫什么？糖葫芦，可以给大家，大家拿一下糖葫芦吧。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林雨生。大家热情一点吧，对我们申哥。必须的。嗯。有纸巾吗？纸巾。谢谢，这害羞吗？这不是打扰你们工作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，不太好。贾老师，你帮我拍张照。可以的。啊！太不好拿了。哎呀！都拿走。不，没事。好吧，谢谢。贾老娘，娘的帮我拍照。老师能合影。可以。来。谢谢贾老师。你知道那个吗？嗯。你可以往后站一点点。好的，谢谢。不要挡住去。来，一二三。好，申哥，我们可以。再来两张。谢谢贾老师。我怕拍不好，谢谢，好好。谢谢老师。前面还有你们这个电影同事一直是你的粉丝。这边是我们销售的同事，对，我们销售的同事，大家啦，申哥来给大家送礼物了，老师们辛苦啦，给大家发小蛋糕，给大家发蛋糕，大家可以过来，想吃的可以过来，从哪过来？这边都可以，那我要拿一个，我喜欢你，大家想吃蛋糕了可以过来，可以过来跟说一下衷肠，对。大家热情一点嘛，支持我们申哥。谢谢老师，来你们家啦。老师辛苦了。谢，好累。哎，没有把你们拿走，你们上。那我领了，谢谢。快点，你给人拿呀。谢谢，我再一次，谢谢，我们霸总很有糖葫芦，然后我们还有糖葫芦，大家可以自取，没事，还有糖葫芦，自取。我自取，大家自取吧。没有蛋糕了吗？好的，估计他们都不爱吃糖葫芦。爱吃，谢谢。自取了，我觉得你们超爱吃的，爱吃。我们你送的我们都爱吃，大家可以自取。大家多支持我们申哥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可以跟那个大家告个别，我们镜头在哪里？对，这边可以跟我们镜头告个别。好。可以说两句，说两句。谢谢大家，然后也没，我直播过吗？第一没有。我直播过吗？没有。我们第一次直播。我应该第一次直播，然后就在新浪，非常有感触啊，然后也打扰了大家工作。